主料鸭子500克，辅料腐乳酱油15毫升，盐2克，蚝油15毫升，糖6克，鸡精，胡椒粉，葱，姜，桂皮，八角2个，花椒2克，香叶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鸭子洗净，放入葱姜，放入生抽、盐、蚝油、糖、鸡精、胡椒粉，细细的抓匀，再放入桂皮、八角、花椒，给鸭子按摩一下，最后放入腐乳抓匀，腌制30分钟，放入锅中蒸3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私房话，腐乳是这个菜的关键，可让鸭子颜色红亮，风味独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